这边也山，那边也是山，在我们这里看到的都是山。第一棵最美橡树，所以今年已经西元几年？今年西元几年？2019。但是最第一棵就是这一棵。海滨站，青微棒。客家话叫做“煮米茶”，用茶冲泡，让你变成油脂食物。宋至指挥还有暨合江祭典，那这个部分是属于我们高雄市的文化资产。在开垦的时候，都会在四开垦的四个地方的四个角落设立博公祠。它会让它的种子宝宝，它会在树上那么干干掉中层，还有一个外皮。我叫谢振峰，我叫谢振峰。在进合江之前，我们会把这个我们的指挥橡胶拿出来。下课了。